走下楼梯，在转角最近的便利商店，只是坐着，像不再期待的坐着，手中那杯室温的咖啡比心还暖一点，只是看着车子一辆一辆经过身边，只是看着，像没有盼望的看着，也没有人说话，没有人愿意说出心底的话。人啊，真是一种麻烦的生物，呼吸要比说谎还辛苦，谁认真谁认输。人啊，笑着笑着怎么就哭了，太清醒比爱困还折腾，不清楚到底什么缘故。麻烦到底，矛盾到底，难搞到底。人什么的最麻烦了。我走出房门，在你曾经坐的那个位子，只是坐着，像没有回忆的坐着，脸颊那地发烫的眼泪比心还暖一点，只是看着行人一步一步经过身边，只是看着，像不被在乎的看着，不想要说话，没有人愿意听懂心底的话。人啊，真是一种麻烦的生物，呼吸要比说谎还辛苦，谁认真谁认输。人啊，笑着笑着怎么就哭了，太清醒比爱困还折腾，不清楚到底什么缘故。麻烦到底，矛盾到底，难搞到底。真是无可救药的生物，不愿透露自己的无助，却渴望被在乎。人啊，生活要比电影还浮夸，流离特写慢动作放大，多双向连敷衍的完美无瑕。麻烦到底，矛盾到底，难搞到底。人什么的最麻烦了。